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怎么叫他们让我知道什么叫职业选手？讲什么东西啊？他两个被排毒的，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冠军。这样赢了，他们就不要再打 LOL 了，真的。他昨天约 Boys 吃饭 ，Boys 昨天翘班。哎、欸，我有说吗？哎、欸，我有说要吃吗 ？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妈，废物花轮，废物！我都要弹过去啊 ，Ben！ 小了，尽早 carry。没买分，每个都买分啊！台服哪个人不买分呢？我也觉得我队友都买分啊。那凯撒看起来不像买分吗 ？AHQ Close Door， 我还以为是 West Door。冠军虐菜合理，对啊，我是世界冠军哎、欸，遇到这些台服宗师虐菜也合理吧？我这样也是虐菜啊！啊，我打到就是虐菜啊，那我不要打到了，我去玩 Apex 这件好。妈把人家沙包都说我虐菜，有真的有病。那些人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就是很强啊？为什么都不承认啊？觉得我把人家沙包就一定是虐菜？球Z该怎么办？球Z应该是深藏不露啦，他不会随便露出来的。他应该只是深藏不露啦，他如果肯认真打咯，一定可以轻易上宗师啊。球Z肯定可以轻易上宗师。夹克斯啊，夹克斯，嗯，提莫。Captain Timo on duty。丁特花人在对面，哎、欸，近爪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有可能哎、欸。我记得丁特就只会玩近爪而已，哎、欸，的确是有可能哎、欸。喂、欸，你这样一说，好像有可能哎、欸。没事啦，把他当菜虐啦，没事啦。妈打死丁特这个臭逼！毕杰哥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。好扯哦，那青朵拉我不好处理他，说实在的。什么职业选手？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冠军，什么叫他们让我知道什么叫职业选手？讲什么东西啊？妈，两个被排毒的，他妈就是叫我知道什么叫职业选手，好扯哦！输了要请，看我玩提摩哎、欸，他们两个都玩面角，我他妈玩一个提摩，我玩一个提摩哎、欸，我这场赢了，我这场赢了，他们就不要再打 LOL 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他妈你们打到下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十一点先热身。公务员哦，从八点开到十一点是吧？公务员是吧，丁特？昨天 Toys 爆气了，他昨天约 Toys 吃饭 ，Toys 昨天翘班。就为了跟丁特吃饭，然后丁特说十点不见不散，然后结果他开台开到十一点多，然后就哎、欸、我有说吗？哎、欸、我有说要吃吗？然后丁特托尔斯白翘班啊，他超不爽，他暴气了、欸。我有说吗？我有说吗？所以昨天托尔翘班，理由是因为丁特。然后昨天统神还七八千人，昨天统神还七八千人，丁特哎、欸、不托尔斯不爽，在家不爽，不爽又不爽，所以就暴气了，直接恼羞。进抓。下去！那两个硬要换我，有病，有病啊！这两个人，妈，我当指环王靠爆你们！两颗指环，我再买一颗，我再等钱，我买三个指环，我看你怎么打！妈有病啊，丁特，丁特有病，硬要杀我。他说没死，他吃键盘。你刚好，他刚差点就吃啦，他差点就吃啊！他害贾克斯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贾克斯硬闪上来，贾克斯刚意图太明显了，让我觉得近爪已经在后面了。漏减一，贾克斯减一，暴击中。指环王啦，看到指环王还敢跟我打？我六等就可以把直播推完，那还没六等不行。好，六等我可以，我脚下放个蘑菇，我就可以把直播推完了。
好了啦，丁特，我操，被他爆三下了，没关系啊，他现在爽，就只会来助我，就只会来助我，真的是废物。其实他也看出来啦，他也看出来这场最强的就是我了，所以他一直在助我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妈废物花轮，废物，废物双排哎、欸。最好中野一直在柱上，有病！你嘿嘿，一直在柱，还是被我单杀，羞耻啊，贾克斯，羞耻啊！中野一直在柱，结果还是被我单杀。还吸魔剑，以为吸魔剑就打得赢我啊？这个人果然只会玩李欣，他李欣被 ban 了，但是对面根本就没有人想要 ban 他的李欣，对面都是怕丁特选李欣而已，所以把李欣 ban 了，压力好大。你看现在近爪就在上啊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打，我刚刚打近爪就会跳出来，我觉得近爪应该不在了。丁特这个人呢，没什么耐心。所以他通常不会帮上路蹲太久，他很讨厌反蹲这件事情，所以他都是来一下，然后没有得事做的时候，他就会走。所以近爪一定已经走了，因为我最近不太缺魔了。这盖有点像丁特，这把丁特不像丁特啊。你看，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，就在说你啦！妈，妈造了还被踩到蘑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松爽没，我要请他们吃蘑菇了，吃蘑菇啦，吃蘑菇了，弹过去啦 ，ban！ 哎，怎么没有吃？弹 ，nice！ 吃死花轮！花轮下去，下去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我们守住花轮了。花轮死了吧？一千块，好多钱呢、哦，好多钱呢、哦，一千块。我那个弹跳蘑菇有没有？你们感受到它的威力了没？弹到八龙下面。哇，这个惊人，撕了，我撕了。奥伦那个惊人 ，ban， 不用闪了 ，ID， 何必闪呢？有我在呢。打死他！引诱到我的蘑菇上。哦，哦，红色蘑菇，花轮下去。哎嘿嘿，把蘑菇带过去 ，nice 啊 ，nice 啊，贾克斯，进打中套。好小啦，近爪 carry， 输了，这样都能输？我们阿里是耍废啊，怎么可能？阿里怎么死了？吃不掉，吃不掉，好像吃不掉。嘿嘿嘿，被霸王暴打，哈哈哈哈哈！近爪有抓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毒死你啦！哇，他会踩到蘑菇，他会踩到蘑菇，他一定会踩到蘑菇。下去，好啦，不要理他啦，羞辱他啦，让他踩蘑菇嘛，干嘛？羞辱他就好了，他还惊人。下去咯，钉花下去咯。
想要直接 open 我们中路啊！魔狼咬扫没？哇，魔狼把我咬了700滴血，900滴血。蘑菇被踩到炸弹们全部，被我秒杀！哈哈，丁特被我秒杀，丁特还想开大？你哈哈，丁特，感谢支持，下去了啦，好了啦，丁特，在助我啊，中野在助我啊，被一打九没有啦，队友很强哎，队友其实玩得很好，没到一打九，我只是扛住而已，就是我没有变废物。因为通常对面这样住我很容易变个废物的，但我没有变废物，所以我也没有 carry， 只是我扛住而已。好冷下去 ，TP 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军都来了，你 TP， 大军压境，下去。我也下去了，我们给 AD 一个赞，我觉得我们 AD 蛮会玩的。他这个是新流派，新的流派。弟弟，死闹出不 了，死闹最后一件出，给 AD 一个赞，给 AD 一个赞。他们中野已经不是，他们中野还玩的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双排有，他们有达到他们双排的实力，只可惜他们住错人了，住我没有用啊。我蘑菇炸一炸，伤害是这样子啊，一大于零加零，一大于零，他们来几个也没有用啦，毕竟一大于零啦，他们来五个也没有用啦。花轮检举丁特，他刚刚那波太关键了，他没有开到大被我吐死，太关键了，真的，在中路塔前那一波，那一波就是因为丁特输的。